爸妈选衣品味太糟糕，小联盟火大控诉。你怎么不喜欢这一件？这喝喜酒很好啊，圣母玛利亚去喝喜酒，很像那个阿嬷要装年轻，然后去夜店才会穿的衣服。看上去人家瞬间化身为101中狗。好 man 哦！你觉得毛毛对人家不 OK？ 就觉得很像胸毛。